乌克兰主要河流蒂涅伯河最近传出考古新发现，空拍镜头记录下在霍尔蒂奇亚国家保护区，工作人员把一艘黑色古船挖出的过程。古船船身近七公尺长，由橡木制成。保护区从木材状况初步推测，古船有五百年历史，有待以放射性碳定年法进一步分析。 过去，该地区的沿岸曾发现过类似船只。保护区表示，这些船只可能和附近一个十到十四世纪俄罗斯人前来开拓的地点有关。船只可能用于捕鱼、交通运输或其他活动。 发现古船的地区位在卡科夫卡水坝上游，原本自水坝一九五零年代启用后多年深沉水底。不过，水坝上月初遭到破坏溃堤，导致洪水淹没下游大片土地，上游地区则出现河流水位下降的情形。保护区工作人员现在每天巡视沿岸，以确保发现历史遗迹浮现时能尽速展开考古挖掘和维护。装央社综合报道。